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活泼帅气的小伙子，就是我杨霆锋，而这位一言难尽的，就是我妹杨霆雨。张嘴！啊，给我出来！如你们所见，我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亲兄弟。你还敢咬我？没错，你是高级的了。然而，一位不速之客即将到来。我是李尚。一会儿怎么叫人走？这是我们的地盘，你让他滚，他就得滚；让他们也不能杀，说都不能是息。多鞋吗？有。有水吗？有。有早餐吗？有。有。我睡哪儿？我受不了了！你怎么赶走的？钱呢？钱他个屁！你，我们在他的新床上放虫子。不行，我睡的下铺。第二，扫地、拖地、洗碗、洗厕所由李胜负责。等会儿。就。第三，你不要让他痛不欲生！完了！天哪，我怎么有你这个猪队友了？我怎么就是猪队友了？我不吃饭吗？我吃。杨霆锋，你是不是我哥呀？你们不是应该赶他走吗？为什么现在你跟李胜变成了一家人，而我变成了外人？妹，你别叫我妹。妹，你也别叫我妹。